大家好，我叫常志钊，今年31岁，是兰州大学体育教育部一名武术老师。这些年呢，也多次代表甘肃出战大型体育赛事，长拳、刀术、棍术也是我的强项。这是我的学生00后，是一名正在崛起的武术新秀。大家好，我叫阚文轩，今年19岁，是兰州大学管理学院2022级本科生，学校高水平武术队队员。武术源于中国，属于世界赛事呢，也是世界了解中国武术文化的窗口。这些年呢，我也秉承弘扬中国武术的初心，参加一些国内国际各大赛事，也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绩。亚运会呢，是包含武术项目的综合性运动会中最高的赛事。其实呢，当我走上领奖台，看到五星红旗缓缓升起的那一刻，当我听到国歌响彻全场，我的眼泪其实是不由自主地流下来。那一刻，我感到强大的文化自信和民族的自豪感。为了备战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，我们提前一个月开展高强度训练，武术队的教练老师们几乎把全部的时间投入到对我们的指导当中，他们的奉献、支持、鼓励给我很大的信心，能让我摒弃一切烦扰，精益求精地打磨赛事套路。我的姐姐阚文聪也是一名武术运动员，多次获得全国冠军、世界冠军，目前在兰州大学体育教研部任教。在她的影响下，我5岁走上了习武之路，中间有过动摇、迷茫，一度退役，投入到学业，但姐姐的人生轨迹始终鼓励着我，对武术的热爱也从未停歇。来到兰州大学后，我加入武术队重启训练，老师们给了我耐心的指导，让我渐渐打开了心结，意识到自己和武术相互成就的意义。我希望用优异的成绩回馈姐姐和恩师，为自己钟爱的中国武术增光添彩。冠军不是句号，我将持之以恒刻苦训练，努力在新赛季取得好成绩。我的弟弟阚文浩也在学习武术，我们姐弟三人将不断提升武术修养，努力为传承中国武术、弘扬传统文化奉献自己的力量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我的学生中像文轩这种有实力、有抱负的年轻人不在少数。我将尽我所能，倾囊相授，带领学生打磨技术，感悟一招一式中华文化之美，让中国武术文化在一代代年轻的接班人中生命长青。